澳洲一條幽鯨被困喺防沙網，成功獲救。嗰條四米長、相信係兩個月大嘅座頭鯨喺昆士蘭州東南部海岸被防沙網纏住。救援人員用咗大約四個鐘協助幽鯨脱險，同喺旁邊稍後樹嘅兩條成年鯨魚團聚。其中一條相信就係佢媽媽。專家話鯨魚近年游得越嚟越近岸邊。 呼籲以無人機代替防沙網，防止類似嘅事情再發生。